却走遍了镇上的院，我还流浪在你梦的边缘。你说我就像知己般体贴，而这些年为你落的泪不知不觉。也许我靠你太近，了解你的所有优缺点，却已无关爱恋。以后我也不再奢求做个情感上游，安静躲在你身后，夫复何求？只要你张嘴，我就配上合适借口，就做你的声优，话越说越浓厚。那一句我爱你还跟在咽喉，等着你要走，用尽一生自由够不够？怎么最后冷却了占有念头？个情感上有安静躲在你身后，无欲无求，只要你开口我就配上完美理由，就做你的声优，话越说越浓厚，剩一句我爱你还哽在心口，着你游走，用尽一生自由够不够？怎么最好冷却了占有念头？耶、yeah, ，安安大明星，欢迎你！哎、欸，谢谢谢谢安安，我还看这边摇脖子。好，这是一个看起来就是陌生的脸孔，可是在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朋友。今天他要来之前，然后我大概接到了很多人的关心，那表示你在这个行业也很成功。然后他们都一直告诉我说，哇，嘉安哥，你今天会遇到一个就是我们很喜欢的朋友，他们都说你是朋友，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出道的整个过程很用心，然后实力很坚强，但是大家都经过一些什么千回百转的一些磨难，但是今天他们就你就带着一张专辑就开始回馈给爱你的朋友，欢迎林采欣同学。嗨，大家好，哇，谢谢谢谢，哇，音效很立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对对，谢谢。因也不叫阴错阳差，应该叫某种因缘际会，然后你就成了一个专业的专职的歌手，对不对？曾经也是在某些演艺工作上，然后哎要往这走好，往那里去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曾经是个女团，对，你的经历很丰富，可以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现在自己
还喜欢现在的样子吗？我现在还蛮喜欢自己样子，因为有些人会很抗拒去面对自己年龄的增长，就比方说哦，我原本是十几岁少女，变二十几岁，到现在我过三十。天哪，你是本节目第一个自己说自己三十，虽然这也没什么伟大的年纪啦。啊，不好意思，因为看起来就不看起来也不像啊，所以好开心啊。只是也不用这样，这样有话好好说。好，我端正的说，不用太端正，轻松就好。来这里要很开心，你其实像回家一样，因为在旁边看不到的地方，很多你的朋友来。关心你，真的我很感动哎、啊，因为其实我没有刻意的说，但是他们可能有 follow 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提到这件事情，是可能就特地来跟建安哥说，我就好感动哦。对啊对啊，因为我就是想说哇，从你发片那一刻，然后他有人就亲自拿着你的 CD 给我说，建安哥你可以请他来安安大明星吗？我跟你说他很会唱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 OK 啊 OK 啊，就到时候他就说那时候你还在忙，可能飞来飞去的，你多半时间现在就在对岸。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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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也是一个工作机缘的关系。对，我在2013年落脚在那边。对对对、嗯，去比赛嘛，然后成绩也不能说很好，但是总是有留下一些还不错的作品。有，因为就随便在网络上查你的资料，就很容易的、哦、真的可以看到还蛮多，而且都是属于表演这件事情。哦、对。然后我刚刚就在笑笑讲说啊，那今天你怎么没有要唱那首歌？哎呦，专辑为主，那是比赛的时候唱。干嘛在吗？我就是不要嘞，我就是要你唱的。求你嘛。好吧，那我给你拜托。好。爸，对我拜托、哦。真的，去比赛，去比赛这件事情，就是刚刚跟大家在细聊，这也就是。他也没那么简单，对，其实有些人在看就是说啊飞来飞去的或是能够在那里怎么样、嗯、然后把他想得太容易了、嗯、是吗？我可以这样说吗？你是一个可以、你是一个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好，那我要说你是从一个全新的真的很辛苦的人在那边，因为其实没想象那么好。对，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因为即便我之前在台湾有些基础，比方我已经是女团了，我也发过歌了，但是你到一个新的比赛环境里面，你就是新人啊，所以你除非就真的就是已经到了有一种一方之地的人这样子，对，到那里就真的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被看待啦，或者说你就可能比较之前就被看到了，进入了一个状态中。但是因为我不是那样子的，不会不会不会，我希望有一天是你用其他的方式，就是去征服了那里的一些会聊天，是的，是，但那市场很大，所以那征服那也只有一点点。就是那么对吗？一个啦，这样说你也不会不开心。我不会啊，我就征服了一位而已。不会，但征服的就是我觉得。工作上要能够尽兴，其实也是一个愉快的生活方式。嗯，对，对吗？是很幸福的事情，可以这么说。然后这次其实你看吧，我就说人类怎么样都会想要回家，所以你还是带着你的专辑回来台北宣传。对的，对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的心情。对啊。好，那彩星先就来把你送我的礼物借给你，好，先给你畅所欲言，想怎么说、哦、怎么说，介绍一下你这张专辑。太好了，我看这台吗？都可以、好好，他们会找到你。那好，来就来。我这张专辑叫《声优》，然后呢，它是在集结了2016年底开始发行的单曲，到2017年的年底最后一首歌《声优》，十首歌集结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里面的风格非常的多，里面也有我的创作。那其实最主要，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从这张《声优》专辑里面去重新认识我，就是我从女团离开之后，然后去比赛，到现在我有能力独当一面，我可以做歌的制作人。我可以写自己想唱的歌，然后我可以诠释不一样的曲风，我也不再是以前可能只会唱比较巴拉歌的人，我可能唱一些内敛的东西。那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从这张专辑重新认识林采欣。那接下来我也打算会再出全创作的专辑，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再看到更多进步的我。然后刚刚那个笑笑就跟他聊说，哇，这也是一个那个女青年创业家，就是自己砸本钱帮自己做投资，对、啊、所以这张专辑很简单，就两个颜色，黑的跟橘红色，比较省钱呐、啊、哈。省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把好的东西就留下来，在音乐的一些细节上面的，包括的制作啊，跟邀歌啊，是，你看你刚连拍 MV 都拍的也很简单，就黑白的嘛，很好，那也是某种基调，也许就成就了你现在一种风格，算是一种很那个。不一样的投资，也可以这么说。嗯，但一其实做唱片这样子、即便只是一些就是累积单曲的集结，你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啊，因为其实每一首歌的制作，因为以前是在公司下面就是被保护的歌手嘛，那现在等于是自己要出来做专辑，所以你要面对的事情就不是只是我把表演做好就好，可能你决定要找哪个制作人，你打算在哪里录，你想要什么风格，你想找哪个混音师，你想找哪一个词曲老师，然后你想要把这首歌做成什么感觉，唱法是什么，其实你要关注的事情特别多，到拍照这封面照，或者是说我没关系啊，拍照不用讲，因为那个不清楚啊、哦。好的，反正我总而言之说，他妹妹弄的，他妹就把他弄了一团黑。没有啦，就是拍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晃的啦。反正我是发现，当歌手就是完全对自己就是作品要去承担这个制作的这件事情，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心血啊，这个。但对那个听歌的人来讲，那你刚刚讲的这些，就都是你们家的事。是啊，对不对？大家只对大家只会想说啊，你歌有没有中我的心啊？会不会让我想要跟着哼？然后我到那个有地方点唱的地方，会不会想要点出来让挑战一下？那甚至说，如果一直那个循环播放的话，会不会觉得腻？然后还是觉得这声音怎么那么讨人厌啊？或这个声音有没有让我觉得很想把它收藏起来？就反正时代都不一样了，然后载具也都有很多的各形各状，对不对？他们也许不会，就只是喜欢其中的某一首，然后就把它一直载着。那也有可能，就反正都是一种肯定你的那个做，真的，真的真心要说，刚刚那个走过来这边，然后听你只是在这，因为我们总是现场唱，然后其实这边的那个配备很简单，然后讲天哪，好荣幸哦，怎么有这个荣幸听你在这里唱现场？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有点受宠若惊啊，金安哥，你的歌声真的很真的很有一些让人有很多想象空间的。的那样的事情，对啊，我在查跟你那个见面之前，就是可能去找了一些资料啊，哇，有一篇文章我忘了是新闻还是什么，他就说，哎呀，在演艺圈里面哦，你不乏去找有故事的一些就是从业人员，好的，对对对，啊，没有啊，从业是我讲的，因为他我忘了他写你是歌手还是歌星，他是这样帮你做开头的，我就想，哇，那这个人铁定也有一些。你不要到可歌可泣啦，但是总是能让大家可能想起来也会引以为某一种不要可能学习吧，或是可以参考的模式。但有一个事情是你要参考他的话，就我刚刚听了那个你的现场，好，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有实力才能 copy 他的样子，谢谢，不然的话其实就那也不适合你，好感人哦，谢谢。就是有实力的人，其实这什么模式都对，大家在一个看得到你的地方，然后被更多人看到，就是求的是这种，就是可能能量的声量的更大，这样子。对对对，对啊，也许今天来你唱唱歌，然后你回去就十天后你爆红，然后我们安安大明星就因为采访了林采欣，然后突然间你真的假的你今天来了这一集，然后多很多人来看，我也很开心啊。哦，谢谢，我也希望可以有这种效果。对，但重点就是你要唱现场，因为放那种 MV 我们也没有觉得是没有了不起的。好，那我们就现场啊。好，有话好好说，有歌好好唱。您今天第一首歌要带来的是就是声优本优，您要站起来还是要坐起来？站起来。好好好，谢谢。那我们来听采欣的现场演唱。谢谢。
情感上有安静躲在你身后，无欲无求，只要你开口，我就带上完美理由，就做你的声优，话越说越浓厚，剩一句我爱你还更在心口，着你游走，用尽一生自由够不够？怎么最后冷却了占有念头？谢谢。谢谢，我好喜欢哦！啊，真的吗？现场都有人拍手。对，你看这种唱歌的人啊，就是想要掌声啊，对的，很需要。不会啊，表演的人都这样啊，就是表示这是一种得到的那个肯定。对，哎，前两天你回去球场啊？对，我到台南球场去为同事开球。哦，开球哎、欸，厉不厉害？啊，你以前就很厉害啦，不然你以前不是也参加？哎，要怎么说？那啦啦队？对啊，是吗？是我以前是啦啦队，但是以前是只能场边加油嘛，因为主角是球场上的球员。是，但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都会请一些艺人朋友或歌手过来开球，就是有一点好的一个开始的感觉。然后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如果我回去开球是一个很好的意义，因为我以前是一直帮同一师加油啦啦队跳舞的女孩子。是，那现在发了片当歌手，然后回来也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有有有，反正大家就是这次你就走一种那个朋友互相帮忙的概念。对，就是这样啦。那表示你就是做人很成功啦，还可以啦。对对对，那个写歌对你来说是一种那个已经是常年累积下来的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说对吗？还是应该怎么说？这是你的特殊才华，偶尔有心里有灵感才拿出来写，还是怎么样？我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尝试过写歌，就在啦啦队期间。哦，真的。但是因为那时候东西就比较不成熟，然后中间其实有因为这个怎么讲，做歌手这条路中间就是起起伏伏嘛，中间有想过放弃啊或什么，就很低潮，其实很不一定就会去再碰这个东西。但是自从我2016决定开始自己做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今天既然要当个歌手，我觉得我要拿什么站在大家面前会说服你我是一个歌手，而且我可以让你信服我，那我觉得我必须要真的拿出我心里的东西跟你分享，那我说的故事才有力道嘛。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必须要重新开始，就是拿起我的笔重新开始弹琴。所以你有去学过一些音乐的乐理吗？哦，你本来就会乐器。我小时候学了8年的电子琴，就是有考证照的那种。考证照哦？对呀，6级哦。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这个事吗？现在还可以考啊，但是就是他是从13级开始往下考，考考考考考这样。然后我为什么学是13、12、11、19、8、7、6，然后最好是4级。哦，所以差2级你就顶尖了。哎，可以这样说啦。然后在5级就可以当，就是有执照可以当老师这样子。哦，所以差1级你就可以当老师。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碰上要考学校。那6级跟5级是有什么不一样啊？那6级当然是5级厉害很多。不是啊，我是说考试，然后是考出来。状态是怎样啊？其实六级这样问会很不会不会不会，六级其实一般就是程度不错的，你就是学到真的还蛮好。因为以前人家觉得七级到六级就是一个坎，所以你到6级人家就哎不错哦，但是5级就是啊你是绝对的 pro 这样子。是哦。对啊，我就是6级差一点，然后差一点 pro。
所以你就会习惯用那个弹琴的方式帮自己找那个新的那个作品这样子。对的对的，写歌。哎、你其实我看了一些你的资历啊，然后当然因为你曾经参加过那些比赛、成绩也都还蛮算蛮厉害的。那所以大家都呜连那个歌单啊叭叭叭叭叭就写了，对，你唱精武门呢、欸。嘿呀，想不到吧。是真的想不到哎、欸。我是唱跳歌手哎、欸。真的是哎、欸。那时候你十八吧。哈，那时候没有啦，那时候你才。好像蛮久以前的、欸、对啊，四五年前，然后天哪，岁月不饶人。所以去比赛的时候那些歌或是怎么样去选曲目，就你有经过研究吗、还是有高人指点，还是是有高人指点，就是当然我自己会有自己想唱的歌、比方我喜欢阿妹，我就想唱阿妹的歌、但是在比赛上可能就要有技巧，你不能说啊、我擅长唱巴拉歌我就疯狂唱巴拉歌，你一定要让他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才会有赢的机会嘛。所以那时候的老师就跟我建议说，那你要突出你的特色，然后你最好就是女生唱男生的歌，就第一个首先不会容易有比较的心态、然后再来是你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诠释，玩的花样就很多、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想法蛮好的，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表演、那唱精武门很难吗？蛮难的耶。可是你女团，所以这两件事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基础无足以应支撑、当然足以支撑，但是因为、等于是因为精武门这首歌其实它的歌词我也觉得有点复杂、就是它每一段可能都稍微有点不一样，当然它很厉害，对，然后那时候还特地找老师排了一段舞，所以我还要去记新的舞，都在一个礼拜内要完成哦。因为那时候比赛你就会全心在投入在那件 对你来说这个表演、就是上秀的时候那种，因为那刚好演精武门那一集就、比赛那一集是我的那叫做逆袭战，就是如果输了就真的再见了、那我心态比较好，是因为我觉得啊，那输了就输了嘛，那至少大家一定要看到我最后一次在台上非常厉害，所以那时候我站上去的心态就是说我好好跳好好唱，要让你们刮目相看，那输了就输啦、结果我就输了。我以为你要说没有没有那么励志，就输了。但是那次表现得蛮好的啦，对对对，但是就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就是把那歌单都摊出来看，就是一定也会突然间想跟你问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想法？对，因为我觉得就这个世代啦，大家就有很多种想要让自己被看见的机会跟方式。好，比赛也是一种啊，你就是一个那个过来人，刚刚也算是某种经验分享，听得到其中一些奥妙的人，那也许对自己也都带来一点那个帮助。但是还是得要听你唱现场来感受一下你那种歌声的优美，都来了，那就好好的唱你专辑的歌。今天。接下来准备这首歌名叫做《如我》，是怎样的歌？是佩妮姐戴佩妮写 的曲，然后吴斌写的词、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它的旋律跟词本身都不是属于那种太情歌的，它其实讲的是你出了社会或者是你进到一个环境里面，这个大染缸你怎么可以保持初心，然后保持你当初想要追你的梦想的那个简单的心。像有些人可能在圈子久了可能想的是啊，我要赚更多钱，可是对我而言我为什么可以撑这么久，就是因为我真的好想唱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体会的歌，也献给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我们再次听你的现场演唱。好，谢谢。我可以一边喝口水吗？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最初的轮廓，拥抱美好的我，骄傲和磊落。
到最初的轮廓，拥抱美好的我，骄傲和磊落，心若藏花自会结果。愿某日当你看破人间烟火，归来还天真如我，被误解或冷落都用一笑带过，从此不必再为谁。谢谢。哎，像你这样子，平常在家里都喜欢唱谁的歌？你不会都这么自恋，都只唱你自己的歌吧？最近都唱自己的啦，因为准备演唱会。是哦，可是演唱会总要唱一点新鲜的啊。嗯，会唱一些还没发表。精武门哦。哦，你怎么那么喜欢精武门金建安哥？帮你唱一下嘛，那我们再去看。哦，你是说精武门哦？可以吗？可以啊。那我就那搭配这种温柔的哦，但如果忘词怎么办？没关系，那你留到3月31再唱好了。哦，好啊，那你要来吗？那你又要邀我们去听吗？当然有啊。哦，人怎么那么好？当然 ，of course。对，那个主播也是一直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真的假的？好开心哦！真的，你的朋友就是真的一直帮你做宣传，真的是很够义气。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演唱会？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帮自己办了一个这么大胆的活动？真的很大胆，我老实说，因为之前我觉得我好久没有在，你就只能靠你朋友买票吗？可能这占了80%，没有啦，这是开玩笑的。我只是说，现在因为歌坛就是你知道，就是人才辈出啊，嗯，就很多种选择，嗯，那至少就是哎，要让自己在3月31号之前，然后勇，就是闯出一点声量来，让大家愿意去听你的歌。就是因为主要是，其实我之前没自信耶，觉得说啊，好久没有在台湾。介意吧？我说什么？你朋友帮你买？不会啊，哦，因为事实啊，没有啦。很多朋友会买，但是也很多很久以前就支持我的朋友也买。那我当然是希望说，在这段宣传的期间，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嘛。那如果他们愿意相信我一次，然后来买张票来听我唱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证明的机会。对，那当然，就办演唱会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个人曾经也很纠结过，因为我觉得完了，如果办了一场，然后没有人要来。那被安诺就没人要看，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状况还可以，就是已经开始售票了，已经在售票了，在那个 KKTix 跟全家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在3月31号晚上7点台大后台咖啡厅。嗯，然后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很多时间都是花时间在准备这样子，就是演唱会的表演。突然间你会不会担心，到时候就是这阵子他就声名大噪，大家突然喜欢你的歌，然后后台那里坐不下，要坐到前台。哦。抓户外，他们那里户外还有空间啊，好像是他蛮大的哈。对啊，那这样子也蛮好的，欸，后台伸展到那个台，然后好像还蛮大的，对对对，全部包下。如果真的人这么多，我很乐意啊，就亏。但有一个地方就看不到你啊，那个后台的舞台在这里，那就看谁拿个手机直播一下嘛。这也真的是很小气，真啊，那不然怎么办嘛，啊？我也不知道，那地点也不能换了，反正都定了，对啊，都已经定了，不要为难我嘛。可是你们如果愿意来的话，我真的会很开心。是一个怎样的形式？有个 band 吗？还是对，有乐队老师，哦，这样有点酷哎，是不是？现场，然后那你会跳舞吗？那你舞台在动，在跳舞的话，你大概就只要卖20张票就满了。啊，没有啦，我没有要跳舞，但是你如果真的想看，我可以现场甩两下。但是正式的歌单里面，其实大部分就还是以现在专辑，这个专辑跟以前跟就现在大家都办一个那个听歌
听歌会、赏歌会，让大家可以有机会、那個。对对，有点这个意思。是啊，然后那随便的听，哎，一秒时光是一首怎么样的歌？哦，一秒时光我特别喜欢。啊、那你唱两句来。好。是咳老痰。对，你的故事要多久才能讲完？你的笑容是否别来无恙？我不要让时间再回来，带走你的模样。过去和未来，我们都不去想，留住当下的每秒时光。我依偎你肩膀，去欣赏窗外洛阳。谢谢谢谢，哇，好开心哦！没关系啦，没有人拍手也没关系，就是唱歌这种。有些时候就是自己满足吗？没有，只是自己满足啊，就唱的真的好听啊。谢谢。他们的歌声也不是机器人，啊、他们是真实的。所以我很开心，表示说他们有在听，有啦然后有啦，你的歌声是会感动人的。谢谢，感觉真的不错啊，很走心的，真的从内心唱出来、哦。太走心也不好，因为听久了，就是我刚刚有一点那个，对，怎么样？不行啊？什么意思？对你太走心会落泪。我还是你只是听歌的人啊，真的、哦嗯、哇，感觉眼眶有湿湿的，也还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湿、哦、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多情了没有，但是我认真的啦，就你的歌声跟就时下听到的一些女歌手还是有点我想赶快这样子，真的耶，那我开心，谢谢，一点点那种特别的概念、好了，再完整唱一首你的那个蜜语，是不是今天有帮我们排这首歌，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在这里唱而不唱一秒时光、因为啊蜜语是我写的哦，原来是这样，对，然后他之前其实我是为一部电影叫蜜果写的一个宣传曲、然后娜娜就欧阳娜娜跟那时候那部电影的主演陈飞宇他们就有先唱一个，就是真的是很符合他们年龄阶段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本来就两小无猜的歌、然后后来我是觉得哎，我应该也可以再唱一个版本，虽然心里也曾经很踌躇过，因为我是姐姐，我要怎么唱那种校园的爱情啊、但后来我觉得我控制的蛮好，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录音间录音室的时候，制作人还说我们一定要调整到一个就听起来不恶心的、不然就是小朋友就明明是姐姐在那边装可爱，他说会很恶心，我说对、我自己很想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花了蛮多时间在调整，所以你今天要唱那个呕吐版还是要唱那个调整版，还是唱呕吐版、啊、没有啦不要啦，我他调整版就去买 CD 就好啦，那我要装可爱吗？ OK 啊，反正就告诉人家你是百变声优，你不是声优吗？那我唱一小，我等一下唱我有一部分装可爱就好了啦，可以、啊、整段的话我等一下在那边吐到起不来怎么办、啊、不会没有人会发现的啦，来不及把你脸遮掉而已，不要吗？好不容易来一趟还遮我脸，对啊，先唱先唱唱，你今天就是来唱歌的，好的，认真的唱，谢谢，好，我看着你的眼睛，我听见你的姓名，含蓄的手心，故作的镇定，伴着怦然心动声音，你像诗词里的风景，你又想到无解数学题，轻易就把我吸引，想走进你的心，想探索你所有的秘密。我踏过雨后草地，悄悄经过你的班级，我望着窗外放轻巧，盼下课铃声响起，当暧昧偷偷的来临，不敢开口的动心，还假装不经意遇见流星时的心愿都关于你，想着无忧无虑，一池心事你吹开涟漪，含苞待放的秘密，开了花结了果，就不会错过你。装可爱一点哦。我看着你的，不行，我受不了。我听见你的姓名。是的手心，故作的镇定，伴
着怦然心动身影，你像诗词里的风景，你要想到无解数学题，轻易就把我吸引，想走进你的心，想探索你所有的秘密。我踏过雨后草地，悄悄经过你的班级，着窗外风轻敲盼下课铃声响起，当暧昧偷偷的来临，不敢开口的动心还假装不经意，遇着流星许的心愿都关于你，幻想着无忧无虑一痴心是你，吹开涟漪含苞待放的秘密，开了花结了果就不会错过。草地悄悄经过你的班级，我望着窗外风轻敲盼下课铃声响起，当暧昧偷偷的来临，擦肩而过的动心既心酸又甜蜜，遇见流星许的心愿都关于你，幻想着无忧无虑一痴心是你，吹开涟漪含苞待放的秘密，开了花结了果舍不得错过你，开了花结了果的秘密多美丽。谢谢、yeah. 谢谢谢谢，这样好妙，然后你的朋友现在正在播新闻，然后对啊，同步在直播，刚刚空中相会那种概念，是不是很青春啊？跟前面的差很多。就是你那一段唱的特别好，你说装可爱那一段，就是你说你要吐的那一段，对我真的受不了，那没有，但你只唱三个字而已，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也是怎么样，很纠结。对，我就唱三个字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已经要死了，赶快唱回正常的。有这么恐怖吗？有一点，你自己不觉得？你不觉得恐怖？不会啊，你声优哎。好吧，你这么说害得我不得不以后要继续上尝试了。有啊，你就试试看啊，不知玩自己的那个声音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嗯，好，我希望到时候听众不要。哎，你换个声音的话，可以唱得依然如此的优美，这真的才是厉害呢。好吧，那我尽量试试看啦。对啊，就在你的演唱会上都带给人家一些惊喜。好好，不然买票的人就去那里就是听 CD 就好啦。哦，也对啦，也对啦。嗯，啊，票跟 CD 一样贵还是票比较贵？好像票比较便宜耶。好像是这样。对，你人也真的太好了。对啊，这种便宜的票还不赶快买来看，真的是。不会啦，就是回来见见老朋友，然后办一个聚会。对，也有这种感觉。有啊，那你的粉丝，哎，你之前在女团，然后现在回来，就是大家还会相聚吗？哦，会啊，当然。很流行那种什么复刻啊，或者什么重逢啊。哦，就是说拍当初一样的照片，不是都这样子吗？啊，我们没有这样做。什么拿那个什么 CD 封面再拿出来摆一下啊，恍如隔世。好像很恍如隔世，有点太久，没那么老啦。但是也很久了吧？都十年有了吧？没，哪有乱讲啊！2013年取那个解散的啊，陈君很久啊。陈君是蛮久，好像是2009、2000啊，真的快十年了，是不是？哦，好恐怖哦！你当我在跟你随便讲，岁月如梭哎，好可怕。啊，你有跟你们跟谁特别好？我跟米菲跟 Amber 特别好，哦，因为他们两个跟我个性比较像，我们三个都还蛮呛的，就是。啊，一个现在在小男孩乐团，就米菲，然后 Amber 现在还是在努力，就是学创作啊什么，也是要当歌手这样。哦，对，他就是怎么讲？机运比较不好，但是还是很努力啦，还在准备当中。对啊，就说那个，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对。怎么接不下去？不会，就是也不想讲出那几个字，时机的问题啦。大家都在等待那个最利于自己可以发挥的时刻。对，嗯，但是准备很重要嘛，所以大家还是就还是要有实力啦，像你这个样子，嗯，不然也是谢谢。对啊，都32了，32了，真假的？真的要32了啊！我为什么要说出来？因为没关系，你都不介意了，我们也觉得很好。然后其实，就是
就人家如果要查林采欣，找来找去就有两件事，就特别容易在网络上被看见。嗯，就是那种被公开在那种那么大的场合，然后有人跟你做这么甜蜜的事情，你到底是什么心情啊？就是我其实说实话，我那时候有先跟他讲过说，你不要搞花招，就是我们好好把演出做好就好了。然后说不会啦，谁会，我这没创意耶什么的，还这样讲。就最后就是我记得是我们唱完那个最后一首谢幕曲之后，突然所有人开始往后退，我说天哪，有彩排这一段嘛，然后开始也想往后退，然后想说是不是现在要干嘛，我不晓得，就有人把我往前推，然后他就突然出来，然后这样手上发抖。哦，他的手在发抖，抖到不行，然后唱了一首就是他自己写的歌这样，然后跪下然后发抖，然后我就看他手在发抖，然后我心想说不是说好不这么玩的吗？但是因为既然就是台下满满的人呢，然后台下满满的艺人呢，对啊，那我当然酷炫哦，要说好嘛，但是当然要说好，不是好好，不是因为人多所以要说好，是我本来就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男生，所以我也觉得本来就要说好，只是觉得没想到就这么没创意了，你知道吗？不会啦，那你在从小到大，你有想过说被人家求婚是在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自己的表演场合，还当着这么多上千观众，还有这么多的同业？没有哎，就没有想过是这样。我本来心里本来幻想的是就是可能我跟男主角，然后一些朋友可能在餐厅。我本来觉得应该是这种情景吧。对，因为没常看到一些这样的新闻啦，那你是当事人，所以想哇，我好好奇哦，就是这种事情，如果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你到底会？就是你，因为你看起来也是个善良的人，应该也不会当场给人家难看。哦，不会啦，如果说不要哦，这样不会，但他也一定的啦。一个男生要做这种事，没十足把握，他也没那么蠢。但是好像也蛮多人这样这么蠢哎。也不知道哎，对啊。好像有人求失败过。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接下来要请你这样唱的这首歌，就唱吧，我们也不用什么好聊的，就站起来吧，音乐都出来了，当然了，好。这 key 很高哦。他要帮你重来，你看我们导播人真的很好。那我顺便喝个水。你又来了。打上林采欣就会找到这首歌。真的。来听他唱。好的。好。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
大家，谢谢，爱你们，爱你们，你们真好。有很嗨吗？有哎、欸，真的，就是有些事情就是永远都会一直被人家说的。啊、哦，对。但有些事情我们永远都不用去说。是的，是的。对对对，这样歌好听的歌就一直唱嘛，嗯、就是随时，然后就是一个都是一个过程，然后都有一些记录，嗯、反正也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对嘛，我、嗯、对啊，我现在也是很开心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啦有啦，每个人都这样嘛，嗯、但总是会有一些就是讨论。然后就成为一些话题、嗯、但既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哎，你在这一个年度就发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真的是作品，嗯，对，就是一个酝酿嘛，然后人就这样、嗯、就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当然啊，因为以前就算有发过一些歌、嗯、要么就是在偶像剧的 OST 里面，对，要么就是团体嘛，就比或者是跟人家合唱，其实没有过自己一整张就属于自己的个人专辑，这是第一，算第一次，第一张，对，唱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对啊、比赛也去了那么多场，对呀、啊，团体也都做了、啊、什么的，对呀、啊，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也算是有点是要哭有还是波拉波拉，就是刚刚有点老瓜了，眼睛在流汗哦，好好，对了对了，嗯。你还会想念那个你的女团吗？会想念哎、欸，因为其实我自己很感谢那段时间的一些。你们当初是怎么那个去在一起的、啊？其实那时候我是算最后一个进团体的人，就人家凑到最后凑到你。不啦，不是啦，隔了几排倒。不是啦，是原本他们有一个团体，就是 Rumi 的前身嘛，有五个女孩子、哦，但是那时候他们觉得。需要有一个女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合适，想找一个可能可、哦、就想要找个新的 partner 这样子，对，那种感觉、哦、然后那时候就因为一些就是很好的前辈就推荐了我，就说啊这个女孩子能唱哦，然后会跳舞，然后可能没有其他女生跳得那么好，但是她愿意学、嗯、那我那时候进去我也是战战兢兢，因为等于是同要突然丢到四个本来很熟的女孩子里面，我要重新认识，你就介入人家闺蜜的生活，就有点怕有这种情形、哦、但是进去之后每个女孩子都非常善良非常好，那我比较弱的地方，比方我跳舞没他们好，他们就会很努力的带着我。这还敢唱精武门？没有，我是说比他们差，不代表我很差哦，因为他们太厉害了啦。哦，因为他们太强大。是的、哦，但是比方我唱歌比较好，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练。所以我觉得那个革命情感跟那段培训的独立自主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很不容易，也造就我觉得现在我有那个怎么讲那个能量，可以去做现在想要自己做的这张专辑。真的真的真的、嗯。然后那个储备够了，然后就先来。想试身手一下，对对对对对，就接下来才是你更大的那个目标，是要发给什么全创作的？对，我年底希望，因为我现在其实希望到时候颜色就是有三个，嗯，五个，但是那时候希望可以有多一点钱，我们可以做漂亮，现在真的卖好一点，对，这两个啊，哦，三个啦，还有白的，黑白跟白色不用上色啊，所以白色是天然存在的。是的，好吧，那你就算两个色好了。每次都这样讲，就是没有。这其实这是一种心酸呢、欸。虽然跟每次跟这些那个拿着作品来的人，就是谈笑风生讲这些事情、嗯，其实我都知道说，大家都想要把就所有的子弹留在一些就是最需更需要它的地方，因为接触到很多、嗯、这一行，很多人都有梦想，嗯，然后很多人都有很多种方式在圆梦。对，对啊，那你也是。对，虽然看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哦，你查一查这女生成绩其实还不错哎、欸，你看她现在还不是。两个颜色哦，那我是被心急啊！对啊，这个是什么？说你写的梦想版、哦，对，我的版版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呢？跟大家，拍的，对不起、哦，没关系、哦，对啊，是这样，我觉得保持初衷这件事情很难，就是有些人不管就是。你一开始比方你很想当律师你想当医生、嗯、但是可能经过社会现实的磨难或是这个大染缸影响之后你可能觉得啊算了吧我觉得好像太遥远或者说太不容易了那我就还是啊当个上班族啊或什么就不要远那梦想放那么远大、嗯、但是我对我而言梦想就是你能够保持初衷而且不管你身在何处处于什么样的个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坚持着你当初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嗯、然后你要勇敢的去想它勇敢的面对它然后你就赶快马上出发我觉得这就是梦想给你的力量、嗯、所以我觉得梦想就是这是我的定义、嗯、对啊谢谢你送给那个喜欢彩星的人梦想版跟刚认识你的人会、嗯、以后会认识你的人好的嗯，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啦、嗯，自己努力的方式，然后看待那个自己决心的态度。对，这就是你的想法。这是我想法。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自拍的 pose 啊，对，所以我要来自拍。对，然后20岁有20岁拍自拍的样子。那我然后对。
那我自己拍哦。不然叫自拍吗？没有，我想说你可以跟我拍啊。我觉得你先拍你的。OK。对。然后我们要拍再拍。拍两个人拍的比较有。啊，你就先拍呗、啊。你真的也是很有你的固执。对啊。金牛座，金牛座。哦，真的哦。真的金牛座。哦，是哦。啊、天哪。光比较好哈，卡水。这个人，你看，还说要找我拍，哈、啊，这边找光。好嘛好嘛。先找光嘛，对啊。多拍几张嘛，等一下你经纪人说你拍很丑，然后还要删掉。这样找，要再回头就找你，就只拍这几张照也是太搞干乎了。好了，三张可以。那你可以换左手，我们就可以合拍啦。哦，哦真的是哦，会不会做人啊？要喜欢拍谁？拍谁啦？一二三，再张，一二三，再张。呀、yeah. 哦，好哟。好。好，我等一下把这三张传给高玉玲。我怎么是传给我们的美丽主播？对啊，因为他今天想来看你，但是他现在此刻在播新闻。真的？对啊，他一直跟我说：“哦，建哥，你要跟我的朋友好好聊聊天。哦”我说：“不用担心哦，他唱歌很好听，就一直唱就好了。”嗯，谢谢谢谢。再宣传一下自己这个这么重要的一场表演。好，把那板子拿过来了啦，客气什么？对啊，反正你水都在喝了。对，上面沾满我的口。对，你就当时候回到自己家。哎呦喂、啊！拿本。他们有帮你粘住了嘛？对啊，你就拿着啊。我不想，我想要这样子。好，你就拿过来嘛。对啊，人家对你很好。好，谢谢。不客气哦。来，这样好。好哦。好，现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刚开始的意思吗？我怎么斜斜的？哦，对不起。哎，没关系的。对啊，看到三月三十一就好了。哎。还有晚上什么7点钟？对对对，快点趁现在那个三立新闻网上面有11000多人，赶快宣传。好， 好，现在呢就是呢，也就是我发了《声优》这张专辑，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声优儿声》演唱会，在3月31号晚上7点，在台大的后台咖啡举办我个人首场演唱会。如果大家想来听我唱现场的话呢，不要说如果大家欢迎大家啦，欢迎大家，但不要恭维拍谁，就是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听我唱歌哦。如果想买票到 KKTix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如果想买票，说买票在这里啦。哦、买票底加、啊、KKTix 跟全家便利商店一定要买哦，不买后悔哦。这都太多了，这句就有点多。哦、对不起，还要卖高。是不用讲如果啊，但也不要就是讲会后悔。啊、会后悔啊，可是真的会后悔。我也觉得哎、欸，就想听的人就认真的到现场听。我相信今天也真的只是一个那个赏歌会，就是你的演唱会的赏歌、嗯。我相信你在现场，因为刚刚彩欣就讲说，哈哈，在办公室唱歌我很害羞啊，这里生产那个。蛮好的吧，空间还蛮好的哎、欸，就是而且重点是大家愿意帮我，就是投入。哎、欸，你唱过那个比赛当中，你认为最大歌的是什么歌？最大歌，你是说反应最好吗？都有，应该就是《精武门、欸》哎，真的哦，超嗨的哦。还有一首叫《贝贝》啦，但我不晓得有没有大家看过，就是用，因为我那时候在节目里面大家都叫我贝贝嘛、嗯，所以那时候就用贝贝这个名字去写了一首，就组了一首歌出来，组了一首歌哦，嗯、所以是很多支歌里面。就是比方说 Justin Bieber 的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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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然后再加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 Oh Baby Baby Baby， 哦，就是像那个 KTV 里面在点的那一首吗？啊，对，就是那几些那一些，然后把它串在一起，然后这很会耶，然后前面加一段创作，你是蛮用心啊。前面那段创作你自己写的吗？那段创作是吴老师写的，吴老师写的，对的，那段创作还你还有印象吗？有啊，好，再来唱两句听听。好，来，这个我很熟。好，有来。刚在演播厅外被拦住不让进，我说我是学员，保安都不相信。他说在电视里怎么没见过你，哪里来的自信还敢回来逆袭，天真的灵才行，逆袭需要奇迹，要得到女神杨吉玛的胜利。那后面讲了好多人名，可能大家都不认识、oh. 对，然后后面就唱到 Oh babe You know you love me， 就接那个 baby、oh, baby， 对，就让大家记得我是谁啦。很厉害耶，没有，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比赛的那个一种方式方法，对，哇，有没有其那有点跟别人不一样？没有，我在想说，就是这个年代嘛，那你大家都想说出奇制胜，嗯，有点这个意思，但是要用点智慧，然后真的也有一个这样的歌。嗯嗯嗯，其实要把那些东西兜出来也不太容易耶。对啊、哦、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比赛的那个能量真的很大，很对、哦、因为太想要，就太想红的啦，因为太想得冠军。黑娜黑娜，真的啊。后来冠军有跟你变成朋友吗？啊，我们后面其实比到最后都是大家都是朋友了，只是因为我觉得反而大家那种较劲的心比较少，大家都还蛮互相帮忙的、
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历都差不多哈。对，其实大家反而会比较互相帮助，不会有些人就说哦，我反正前你后腿也不代表他就会往上走。对啊，大家心态都还蛮好的。就是少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个敌人。对啊，那何必嘛，对不对？大家好好相处不是很好吗？对啊。可是你今天就是，我想跟你。我如果是当初的你什么2009年女团来，你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哦，我很驚哦，那时候，我那时候讲话就说：“嗨，大家好，我们是 Rumi， 我是主唱贝贝。”就是要这样子吗？就是，可是那时候团体都是这样嘛。哦，真的哦，还、啊、有 pose 吗？哇塞，我又没有参加过团体。哦，也对啦，那我告诉你哦、啊、，pose 没有，但是会有一些，比方站位，比方说啊，个子小的往前站、啊。那、啊、你是站后面还是站前面？我站前面，我那么矮、啊哦。真的、哦？对啊，我是站前面的。那、哦啊、谁最高？Amber 跟 Lila 他们都有170，然后我跟米菲就不到160啊，矮子，我们是奇奇弟弟，两个小松鼠，很吵，叽里呱叽里呱啦，这样。对，就是天哪，就是有一种怎么会在某个节目里面谈往事，有点伤心，哎，忆当年的感觉。有什么好伤心？你就是算那个，你算衣锦还乡啊。嗯，也可以这么说啦。然后突然间就回忆一些以前的事。对对对，当初一些美好的回忆。有有有，然后人生就是不断的在一直向前走。嗯，对。然后今年就有一个自己的作品，快点快点。好，时间到了，赶快再介绍一下。各位大家好。有各位大家好。我觉得你是职业病耶。那个声优，我在、嗯、其实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12月29就发行了，那只是现在开始做宣传。嗯、那声优这张专辑呢，集结了我从2016年底到2017年底的10首歌，那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血结晶，里面有我2首创作、嗯、那类型都很不一样，我希望在里面你们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林采欣，也可以认识我。那大家如果喜欢我，欢迎大家来听我的演唱会哦，3月31号晚上7点在台大后台咖啡。是的，然后现在在网络上就是 TT KKTix 还有全家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票，可以买到票。是的，所以当天就是专辑里面的歌都会去演唱。对对对，都会唱、哎、好，然后还会有一些惊喜。对，会有，可能会唱精武门哦。对啊，你不信你就来听啊。好哦。好，今天还开心吗？开心，超开心。对对对，然后你的老朋友就快要下播报台，他等一下要找你喝咖啡、啊、好啊好啊。对，他刚赖我。真的吗？他说等一下来找我吗？嗯，他叫你记得去找他。好啊，我叫我去找他、哦、我觉得没关系，还在这边等他一定会来的。好啊。是啊， Love Love 希望你爱大家。我爱我爱我真的爱大家、啊、希望大家也爱你。谢谢谢谢。就这一行就是期盼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是 是对啊，爱唱歌的人就继续唱歌。好，爱说话的人继续说话。好，谢谢周刊大明星，谢谢林采欣，谢谢建安哥，祝你演唱会大成功。谢谢建安哥，专辑大卖。好，还要带我们去听歌哦。好的，没有问题，一定。下次见，拜拜。